这套装的扁鹊回血会有一些离谱，一套技能直接秒回10000血，而常用的书上一套技能大概只能回满一半的血条。这就是我连续测试2天半的新赛季双重回血流扁鹊全新装玩法。很多人理解不了扁鹊为什么要出吸血书，其实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自带法强和冷却的肉装。180点法强可以提升你的技能回血，1000点生命值可以提升你的坦度，10冷却可以提高你的回血频率，再加上全技能和被动印记都能触发法术吸血，等于吸血书可以从4个维度全面提升扁鹊的坦度。而扁鹊刚好最缺的就是坦度，就比如这波我被3个人围殴，正常出装是活不过3秒的，但今天我有回血加吸血同步提升坦度，对面头顶印记也会给我持续回血，所以打到最后反而是对面全部都跑了。单挑就更不用说了，这里被海月拉进幻境，正常情况下没人打得过幻境里的海月，但是我双回血扁鹊单挑真的就没怕过谁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吸血书和圣杯一样都只适合在最后出，因为扁鹊要优先做好帽子和穿透才能更早迎来强势期。最后是完整的双重回血流扁鹊双铭文，整套出装拥有将近10000血，还有1300多的法强，不但不怕刺客，而且还能反杀刺客。注意圣杯并不是必需品，可以根据对面阵容和局势换成实战更需要的功能性装备。喜欢玩扁鹊的小伙伴赶紧去试试吧。